今天是5月1号啊，5月第一天。我们今天是连续第三天啊，来到了大拇指这边海滩啊，看这边有吃的烧烤、喝的啤酒的人们啊。今天感觉是人少多了啊，比昨天。舞台上。一些人拿着吉他，电吉他，然后有个小伙子在唱歌，看看这边的烧烤的情况吧。啊，这些年轻人啊，吃的肉串。你们好啊，都来自哪里啊？来自什么地方？你们？洛阳。洛阳啊。山东人欢迎你们！啊，这是烧烤。站在这里，只有一个问题：想要我。这是，据说是淄博过来的。你们来自淄博吗？来自淄博吗？来自淄博。欢迎你们啊！这个怎么个收费啊？这个一串多少钱？拿走好了，你的。忙的顾不上回答了。看看这些。哎，你好，小伙子。哎呦，你这多少串？怎么回事？他买的，你不知道？女孩买的。哎呦，遇到了你们啊！带着宝宝过来的。哎，昨天来了没有？昨天来了，刚吃完串，贵不贵啊？还行。是这个串吗？对对。一串多少钱？猪肉的一串3块，羊肉的一串6块。一串6块。羊肉的6块，猪肉的3块。味儿的还行吗？给孩子吃的。好，你在那看看去。咱们继续往里面看啊！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害怕？美女你好，来自哪里啊？来自山东。山东什么地方？青岛。过来玩来了吗？玩来了。走，瞅瞅。气氛不错啊！继续往里看啊！小朋友，你们来自哪里啊？祖山的，市里的。孩子都想上台，是不是？喜欢音乐。那我们下面这首歌呢是《小城夏天》。虽然说我们这个小城呢有点不像夏天，但是呢，它的确是夏天快来了啊。我们其中有几个孩子去年演出的时候都有点嘚瑟。今年你看，哎呀，那边上的那两位吉他手啊，还有那个后面的鼓手啊，包括这个主唱啊，前天还跑调呢，他今天唱的真好。后上来这个同学，也是期待明年就有他们主力为大家演唱。哇，这个队伍很大。这个口音是来自内蒙的吗？对对对对，是来旅游来了。
怎么选择到银滩来旅游啊？从青岛一路逛过来的。哦，一块逛过来了。怎么样，这个地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。生蚝特别好。啊，生蚝好。对对对。一，这是乳山特产。可以。好。有八个吉他手啊，都是小朋友。一个小朋友，歌手，都是小男孩啊。带着他的愿望吧，飞向天空。这个海边的浮桥啊，通向海里边啊，伸向海里边。这个现在人显然是比较少的啊，桥上没有几个人了。这些灯啊，应该都是太阳能的啊，太阳能的灯。这边比较暗一些，然后也有人在海边啊，在照相。所以现在是烫的水了，非常平静的海水啊。我扫一圈吧。卖这个灯那个地方啊，还是挺受欢迎的这种灯。这边卡拉 OK， 多年见不到这种卡拉 OK 了。这是哪个地方来的团队？
小白杨基广场这个地方，也围拢了一些人啊，有一个男士在唱抒情歌曲。